们右手边的这个道后村呢，他们就是穿上了黑色的这个披甲，里面有个白色的纹路，代表了这一心同体啊，一心同体，犹如这个海浪里面的波涛一样，给起了这个力量，表示他们这个道后村的这个男丁呢，非常的这个兴旺。好，一样，我们所有的摄影的媒体呢，大家小心，好，请各位后退。震撼啊！